各位好，欢迎收看由奥财网出品的奥财聚焦节目，我是主持人 IB。 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远程连线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瑞浩先生。首席您好。艾瑞你好。其实最近呢，有关于大米供应可能会短缺的传闻呢，在华人圈里比较流行，甚至是造成了一些恐慌。这个传闻表示说呢，由于去年底的这个旱灾，澳洲今年水稻收成只有往年的10%，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新冠疫情又让传统稻米生产国暂停了一个对外出口，到了下半年，澳洲人可能就会面临无米下锅的境地。然而澳大利亚的农业资源经济局呢，并不担心，他们的报告认为说，澳洲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所以本期聚焦呢，我们会围绕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农产品出口进行一个分析。首先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澳洲大米的这个供应短缺事情在下半年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从我们观测到的一些数据和了解一些情况来看呢，下半年会出现大米短缺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这里面很重要的点是，虽然说旱灾确实导致了这个澳大利亚主要的大米的产区呢产量下降，但是呢事实上最大的这个风险是来自于从海外进口大米，而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大米出口国呢主要是在东南亚。虽然说在新冠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有些东南亚国家呢临时停止了这样的一个大米出口的或者水稻出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呢他们不清楚情况会怎么样，但是呢很快大家发现呢这个疫情呢对于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事实上呢这主要的大米的出口国像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的这些国家大米出口呢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一个相继的恢复。那么再加上澳洲的大米消费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呢很多的像你所说的一些这个媒体啊说大家吃不上饭啊等等啊引起了一些这个一部分的恐慌情绪吧。这其中呢大多数人所引用的这个说法都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稻米种植协会。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稻米种植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区域啊，它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个种植协会需要抢水资源的配额，而这个水资源的这个配额呢在当地呢是需要跟一些其他的这个种植园来抢的，就包括比如说像杏仁啦、柑橘啦、蔬菜啦等等的种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在配额分配的时候是根据这些种植的产品的经济的价值等等来衡量的。所以呢这个大米的这个种植协会呢这么一叫呢，可能是为了有更多的去抢水的配额所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多多少少有一些危言耸听。而且呢最根本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主要的口粮或者主粮并不是大米而是小麦，而有这样的一个说要吃不上饭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可能确实只能在华人社区里面传开，因为呢华人的主要的这个主食是可能是米饭而不完全是面粉类的东西。但是在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社群之内呢主要的消耗的这个主食主要还是面粉类的，以及呢甚至包括像土豆等等，而这些东西呢澳大利亚的产量非常足而且是可以进行出口的。那么最多就是少吃几顿饭多吃几个面包的问题，所以说粮食安全出问题我觉得有一点点夸张。是的，而且澳大利亚的有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就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而且农产品也是非常丰富。就比如说中国消费者比较熟悉的像澳洲的牛羊肉啊、龙虾、芒果、车厘子等等。那么除了这些中高档的肉制品、海鲜和水果之外呢，澳洲每年生产的粮食到底是能够养活多少人？而且除了大米之外呢，澳洲还有没有那些需要进口的一些农产品呢？首席。像你刚才所说的有一个简单的统计，当然它不一定完全100%准确但是呢确实澳大利亚自己种植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主要是食物吧，它可以养活很多人根据现在的一个计算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出口呢养活了全球6000万人，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呢，澳大利亚的粮食安全是有非常大的保障的。当然了，很少有国家可以完全不进口或者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不进口任何的食品或者农产品。那么呢澳大利亚呢也是一样，它也会有一些进口的需求。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出口量很大
而进口的需求非常的小。而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官方统计呢，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进口的产品占它的这个食品类或者农产品类的比例呢不足 10%。 而且如果你去看国内的话呢，不属于特别特别关键，导致呢会影响到基本的粮食安全的。因为它当中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进口类产品是一些加工类的产品，一部分的海鲜和一些冷冻的蔬菜等等。那么往往是一些加工后的产品呢返销到澳大利亚，甚至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本地加工成本太高，所以呢从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以及那些很独特的食品呢在澳大利亚本地并不生产。但是呢这里面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主食，看不到最基本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水果啊等等啊，肉类啊是不大依赖进口的啊，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澳大利亚人平时的消费这个或者说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填饱肚子的并不需要依赖进口啊。唯一一个里面我看到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呢，就是如果完全没有进口的话呢，澳大利亚人有可能喝咖啡会有一些难度啊，这个对于广大这个咖啡上瘾的同志们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威胁吧，但剩下的威胁应该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限的。其实从您刚刚提供的这些数字来看，我们确实不用担心说澳洲的这个粮食和农产品一个生产总量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去年的旱灾以及严重的一个山火确实是对澳洲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您觉得说这个风险因素会不会成为澳洲农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呢？其实是的。从中长期来看，农业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无非是有没有耕地，以及呢耕地是不是肥沃，再加上呢气候影响。因为呢农业其实是看天吃饭的，尤其是大规模种植的一些农业呢，不可能全部都是进行暖盆的这个养殖，包括一些畜牧业呢这些这个牛羊这些牲口呢是需要到野外去这个活动的。那么最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气候风险。而我们知道呢，最近的全球气候的变化呢是非常的厉害其实很并不一定完全只是简单的变热，而是灾害性的这个气候的增加这个长期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隐患比如说这个可能会出现干旱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的，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灾害性的这个洪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气候上的极端气候所导致的灾害当然了这个不会是一天或者两天就能够彻底颠覆澳大利亚粮食安全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和长期风险的这个把控问题了。其实除了这个气候变化对于澳大利亚农业会造成中长期的风险之外呢，最近澳大利亚农业面临的风险就是大麦和牛肉出口中国受阻。首先我想知道说近年来有多少的澳洲农产品是出口到中国的，然后您认为澳洲还有哪些农产品会受到这些风险因素的一个影响呢？是的，你说的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对澳大利亚的农业来说。当然这个麻烦的问题呢不是本地能不能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这个农业行业本身的收入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因为呢农产品澳大利亚长期是个农产品出口国，但是呢最近澳大利亚农产品乃至食品出口呢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变化呢是开始转向大量的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这个在这个我们可以查到一些数据当中都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十年当中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呢是这个猛增了300%中国呢很快的一跃成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的这个出口方向国。那么目前中国进口澳大利亚农产品已经占到了澳洲农产品出口总量的20%左右，已经远超了在这之后的像日本、美国、欧盟和韩国等等这些国家。而其中呢排名第一的产品呢就是牛肉，其次呢是羊毛、小麦、大麦和红酒等等。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争端呢，直接导致呢牛肉和大麦的出口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很多的这个销往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农产品呢都有潜在的这个可能受制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这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分析当中也讲过，就是这些出口的农产品对澳大利亚来说呢是一个这个非常
巨大的这个机会，而且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出口的方向。事实上在全球地方呢，其他的几个主要的这个出口方向国都是处于一个市场比较成熟和饱和，短期之内增量不会很大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呢，事实上作为客户来说，澳大利亚很难去寻找一个代替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出口的客户。但是从中国这一端情况不大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中国需要在市场上或者全球市场上去购买，比如说像乳制品，比如说像红酒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呢，事实上呢是有很多国家是可以替代澳大利亚的。我们知道像欧洲、美国都可以向中国出口红酒，都可以向中国出口牛肉，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一些乳制品和奶粉。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在谈判中的两面呢，作为买家的中国有更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或者议价的空间。而目前的这种政治的局面呢，是使得这样的一些行业可能会面临风险。尤其是我们知道是利润特别高的两个行业，红酒和乳制品，这两个行业最容易被替代的。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我们不能忽视。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的限制呢不可能讲很多但是我们的团队呢也专门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些调研也是欢迎大家呢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对这些行业面对的这样的一些风险的看法，以及呢在这些行业当中呢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以及股票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供一些投资者去参考。其实还有消息说，这个中澳之间的贸易风险依然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相关。比方说，这次中国在对澳洲大麦加税的同时呢，又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向美国方购买了大麦。那么，首先您觉得说这两者是不是有关系呢？这个东西很难判断，不排除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呢，在当时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呢，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之前就已经达成了，其中就包含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呢增加大量的一些农产品的进口。那么如果在这个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如果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的话呢，就有可能要减少从其他一些国家进口。那么换句话说，中国最近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些大麦牛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出口的限制究竟真的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风波或者是外交上的关系的恶化所导致的呢，还是故意演这一出戏，然后呢最终其实是为了腾出份额去买美国的农产品，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实情。但从澳大利亚角度来讲，确实澳大利亚本国的利益是受到了这个损害。而且最有意思的呢是，澳大利亚明明是跟着美国呢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呢对中国进行了一些指责，但随后呢自己的本国的农业出口受损之后受到利益得到这部分利益的反而是澳大利亚在跟随这样的一个美国，就颇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很舒服。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做什么政治评论，但是我觉得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这样的做法可能确实不是很符合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好的好的，感谢首席的一个精彩分析。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贸易摩擦下澳洲牛肉大麦产业的一个具体分析的话，欢迎阅读我们在澳财 Offing 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的系列文章。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并订阅澳财网微信公众号和 YouTube 澳财网频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